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医生说你疲劳过度，需要好好休息。阿爹，以后不要再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了，好吗？即使为了我也不行。晨晨，其实我……你先听我说完。阿爹，你是个独立的个体，不是别人的附属品。虽然以前你生病了可能没有人心疼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你生病了我不会心疼的，所以就算是为了我照顾好自己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，从小到大没有人真正的关心过我，你是第一个。想陪你走得更远呢。好。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